是如何走的？哇，真的挺滑的。那个时候走路是小膝盖是并着的，膝盖必须得并着，膝盖是不能分开的，其实都是这么走的。而且头不能摆，我们有步摇，步摇是不可以动的，步摇是不可以动的。娘娘的步摇真好看。佳人金榜真题名，不丧人台上酒相识。他说着东方花烛时，众人和佳人陪才子，未听一句一叹息。